右侧，下巴那个下面，那个脖子的地方痛啊。脖子地方痛。我看到。还在扭啊，那个扭啊，那个扭是什么？就是前面我说的那个沸点啊，沸点，横向旋转。但是呢，现在为什么变扭了呢？扭了呢？原来。这里啊，稍微上下有点移动了，一动以后呢，它那个侧面卷出来的风啊，人呢、啊、也有点变化，但是它这个倾斜啊，斜到很远很远啊，它为什么有时候会斜一下，这样斜一下子呢？原来、啊、它是赶那个小鱼啊，不要走出这个区域、啊。内鱼啊，有时候会，一直把外的游啊，这样它是太零散的话，非得把那种小鱼抓起来的话，就不太好抓，所以呢要聚拢一点，要聚拢一点啊，要聚拢一点啊，要聚拢一点呢。那你就是就像那斜的啊，把它赶过来一下子，这样赶过来一下子，外围啊，外围啊，外围外围啊，赶过来一下子啊，外围把它赶过来一下子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沸点啊，有时候这样啊斜一下，有时候这样斜一下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